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点的坐标是这个 ，B 点是这个，然后里面有一个 P 点 ，AP 比 PB 是2:3。那现在他们说哈 ，P 点 Y 坐标多少 ？P 点 Y 坐标哈，就是等于多少呢？2+3是1/5，3乘以 A 点的 Y 坐标，哦，就是3乘以哈。0.4162，加多少呢？二乘以 B 点的 Y 坐标，二乘以0.4177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我们用计算机算好了，三乘以0.4162，加上二乘以0.4177，等于。2.084，哦，这是2.084，除以5等于0.4168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是0.4168。